范昭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对了，我的自我介绍你有看过吗？看过了，没问题。你不去面试新生吗？我的那组已经面试完了。啊，我还想让你面试来着。以你的水平，谁面试都一样。嗯，我怎么感觉我新生代表发言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紧张？虽然只讲了一半。小学生同学在吗？啊，在。我先去面试了。加油。嗯。我也是被文学社给拒之门外的人啊。不只是文学吧？哎，是你啊，我正要去学生会办公室呢，在哪儿啊？那边。谢了。学生会现在在面试，你过去干嘛？我去问问为什么我申请创办侦探社的邮件啊一直没被回复。你的邮件我看过了，学生会这两天在忙着招新，过几天就会回复你。真的？那我是不是通过了？为什么？你的申请材料里面只有你自己，不符合规定，社员必须五人以上才行。哦，那这还不简单？我随时半个小时就可以给你招满。半个小时？嗯哼。哇，真计时啊！等一下。喂，蔡雅思，干嘛？加入我侦探社吧。不要，就你那破侦探社，害得我还不够惨。你加入我，我就让你玩 VR。从今天起，您就是我的社长大人，您说什么是什么。好的，再见。看到没，半分钟就搞定一个。喂，陶玲，加入我的侦探社吧。罗威为什么非得这时候参加学习社？我气你！还有一分钟。哇，你非得计时啊？蔡思，蔡思睡了。时间到了。那就当我输了呗。我一会儿再去找。不用了。做个人吧，为什么非得半个小时满了就不让我创办侦探社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加入。你？为什么？上次一起查案子挺有意思的。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跟你拍。Yes。